我兼职父亲节，你抹两个月，我的脸会变成什么样？真的建议所有黑头多、闭口反复长毛孔还粗大的姐妹都去试试这个科颜氏白泥。作为一个每天都要带妆的美妆博主，姐妹们，我说句实话吧，妆效好不好，有三分看手法，有七分还是得看皮肤本身。这个真的就是地妆之神，当你的脸上开始墩墩的往外冒油，毛孔还被各种堵住的时候，那个妆效真的是没眼看喽。有些泥膜说是能清洁，但是用了跟没用一样，上妆之后还是密密麻麻冒小白点。但这个白泥它就是能够把你脸上冒出来的那些小白点、大黑头啊，全给搂走。敷完之后，我这个脸呀，干干净净，摸上去滑溜溜的，上底妆都更加服帖了。最容易卡粉斑驳的鼻头都是完美妆效，因为它的泥很特别，从出生开始就和别的泥不一样。它是在亚马逊河里经过流域冲刷很多年沉积的白泥，这个泥细的哟，用显微镜看都得找半天，上脸就能钻到毛孔深处的深处，不留死角。而且泥里的活性矿物质还巨多，它在脸上卸毛孔垃圾就有一种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感觉，就是相当的舒坦，很解压。而且在他哭哭一顿吸的同时，还有库拉索芦荟在贴心的给皮肤保湿舒化，完全不用担心会伤害皮肤角质层，温柔的做的最狠的事情。我也用过很多泥膜啊，没有哪一个会让我觉得用完之后唰一下子皮肤就通透的，敷贴还能插样呢。敷完之后你用放大镜找都找不到，所以每次比较重要的拍摄的时候我都会用它。也算是我上镜的一个小秘诀了吧。油皮的话你就跟我一样全脸厚敷，干皮的话你就可以只敷额头、下巴两颊黑头比较多的地方，前等十分钟。十分钟到了，你看我做表情还是很滋润，一点都不干，一擦就下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看我现在这个脸水润透亮，干干净净，鼻子上的脏东西就用棉签这么轻轻刮下来，太爽了。现在我这个皮肤就跟刚出锅的豆腐一样，简直嫩到爆炸，真的绝了。黑头闭口多，毛孔粗大，一化妆就是各种卡粉冒白头的，赶紧去试试这个科颜氏白泥。我可不是无脑造你们弱，他们这一次可是买一送一，买这张送这张，关系直接发货，一罐到手才100出头，我是真的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大牌泥膜。心疼钱包的姐妹可以拉着自己的闺蜜去拼单，真的很划算。